爱心耶稣，我的爱心耶稣，爱的天空门后，耶稣一个不留。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爱的天空门后，耶稣一个不留。现在主要救你，赶紧来救君伊，唔通搁再延迟。来信耶稣，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爱的天国门后，耶稣已过。大家好，大家平安。由于纽西兰疫情第二波，我们又有网上布道，这也是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听众大好的机会。今天我要讲认识真神，请大家看《约翰福音》17:25-26。那你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还要让他们认识，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的妈妈是海南人，从小生长在海南岛文昌海口的地方。当时她看见当地的民众啊迷信拜拜、烧香、烧银、元宝、蜡烛，弄到岛上乌烟瘴气，常常又传来有鬼出现的故事。妈妈就走到海边，安静地坐那边，看到天上蓝天白云，她说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洁净，多么的美好。心里想，如果有一个神好像这样的清洁美好，那么是多么好呢？不久了，他听到有人叫说，有神仙来，有神仙来。原来是西方的宣教士来了，他们是金发蓝眼睛，很像仙人。后来妈妈就在他们还在海口的福音船上做了护士长，每一个礼拜她都有机会在船上听福音讲道。跟着又听到宋尚杰博士来到海南岛布道，宋尚杰就喜欢唱《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从今以后，妈妈就很笃信、专信耶稣。每天他读圣经、祷告，都唱《来信耶稣》这首诗歌。
他越来越认识上帝，又经历神了，直到97岁。这些是我母亲认识神、拯救有灵魂的人的过程。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人呢？你是怎么样认识人？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主动的去认识别人。一个男人要认识一个女人，他先要去找她谈话，还要花时间与她在一起，又向她表达她兴趣的事情，跟着求婚，建立家庭，做父母，养育儿女，栽培儿女成才，使到一家庭全家庭都幸福。另外一个方法去认识一个人，是靠别人告诉你，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个男士或者女士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见过孔夫子，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也没有见过林肯总统，但是我们怎么样认识他们呢？我们是可以借着他的著作学习而认识他们，是吗？但是我们怎么样认识神？感谢主，主耶稣带领我们认识那位神。今天的经文讲到，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认识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是拯救、公义、慈爱、怜悯等等。主耶稣还要让我们继续的认识，他说好让父神爱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他们里面，就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也在我也在他们的里面，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主耶稣知道神与他是一体，主耶稣彰显神是他自己，给我们认识。所以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有神性格的人，给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认识神的形象，就好像认识一幅图画，给我们认知真神是谁。认识神，首先要知道所有救主耶稣启示神都是保存在这本圣经里面，都是保藏在圣经里面。这样一来，我们要认识神就需要认识圣经了。同时我们也要每逢礼拜天我们要去教会敬拜聚会，还要留心的听讲道。每天我们要默想福音书里面
一章的经文，我们用诗篇来祷告。如此读经、默想、祷告，使到我们懂得从心里祷告神，使我们以心灵诚实直接对神交流谈话。我们有什么心事直接告诉神，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同时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旁，我们得平安，又知道神是看顾我们的。这样不断的追求深入认识神，我们可能又有奇妙的经历神，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工作，一是我们对神的计划、神的目的、神的思路，我们就有确实的答案了。当你祷告，你会看到神在行动，甚至蒙神邀请你参加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最后，你更深入一层，知道神是永生的神，世界的光，生命的粮，复活的主，人类悲哀，但有救赎主。神是活的神，赐福的神，荣耀的神，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真伟大，他真可靠，他是可等的美善。神是爱，他的爱伟大无限无量。神有怜悯，神有智慧，神不轻易发怒，神有白白的恩典，神有赦免，还有太多太多了。真的，天上诸天变为纸张，地下或干变为鼻干，世上海洋变为墨水，文人集团埋头苦干，耗尽智力描述真神，仍然不能够表达透彻。朋友，当我们有认识神的经历之后，在日常生活上要记得这个神给你的奇妙经历，可以为主见证。今天让我告诉还没有听过我40年前经历神的过程，1979年，神给我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天看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5章12节到13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欢呼，田野的树木也都派长，从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直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不磨灭的证据。
当时我看到这个经文，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心里真的欢喜快乐的感谢神，但是还不知道去哪里。当时大山小山，田野的树木松树都不知道，就是纽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一是我抓住神给我这个应许啊，等候神的带领。1980年初，当我要选择去哪一个国家的时候，神又给我看到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2:10，航海的人和海中一切所有的，众海岛和其中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当时唱新歌英文开始，我读英文圣经就 Sing to the God a new song， New New Zealand 就是 New， 就是新西兰。还有是众海岛，新西兰是海岛。还有地极，从地极 The end of the earth 来赞美他。这个给我看到不是新加坡，而是真的是新西兰这个地方，所以我就选择了新西兰这个幸福的国土，传扬一路传扬神的救恩到今时。1981年，当时我在纽西兰，我苦闷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还没有与我团聚。有一个晚上读经，读到20:4，神告诉我，他将我的心所愿的给我，成就我一切的筹算。他将我心所愿的给我，成就我的一切筹算。这个时候，一个忧愁的人读了多么的高兴。果然3个月内，我们一家人团聚在新西兰这个地方。神对我的见证发生太多太多了，我只是见证一小部分神的带领，让大家都知道，神一说话，求人高兴；神一说话，忧愁的人就高兴。所以我就劝大家要读圣经，要来听耶稣的福音。今天播放的福音短诗，想入天堂门户，耶稣以外无路，主要拯救你，现在主要救你，赶快来就近他，不要再次延迟了。想进入天堂的门户，耶稣以外没有路，主要救你啊，现在主要救你，赶快来亲近他，不要再次延迟。我很高兴邀请亲爱的听众到纽西兰新华侨基督教会来听福音，让你一生真有福。
最后，无论你有了认识神的经历，或者还没有，我们的上主说，他的祷告说，在经文里面，还要让他们继续的认识，好让父神的爱，在主耶稣里面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主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主耶稣日夜的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继续的认识他，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祷告。永生真神上帝，我们全心全意很渴望认识你，更多更深和更忠心地侍奉你，让我们的力量一生一世活在你的白白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有愁伤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主和我的恩典样样要要要要数，主和主的作为都要都要清楚，主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当你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当你背负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刚才于牧师跟我们的分享，认识真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真的就可以让我们看得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好像我们的于牧师一样，他的生命当中，他仔细的看每一件神的带领，让他可以更加的认识他的上帝。我觉得在现在我们这个疫情当中，其实也背后也有这个意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楚，不是单单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乃是我们之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结果，让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个盼望等待上帝为我们的安排。盼望等待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一定要一个忍耐的等候。好像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也是在网上面的聚会，网上面的见大家。然后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做一些的一些的简单的一些基本的清洁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喜欢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全部人都是回到教会里面一起去崇拜我们的上帝啊。对，应该快的了，应该快的了。我觉得应该在下一个礼拜应该可以，但是我盼望大家可以继续的留意我们在网上的网站跟我们的WhatsApp 跟我们在Facebook 上的留言让我们可以看这些的通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下个礼拜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纽西兰的父亲节啊。父亲节，非常特别的一个
星期天。对，所以下个礼拜也是我们的余牧师是讲道。对对，他跟我们分享的讲题是人人需要父亲。Everybody needs a father 啊，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啊一章十二到十六节的里面的。所以下个礼拜在我们网上的父亲节的主日，我们继续的再跟大家见面了。好，好，拜拜，再见，拜拜。